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推雅推拉是一个古旧的城市，它的遗址发掘面积并不大，在主后的17世纪才被一位当时在士梅拿的英国领事保罗莱高发现。当他在1670年10月8日离开别加摩进入亚西沙，他看见了在一对断石柱和大碎石与石像中有石刻的文字，当中有推雅推拉一词。而在亚西沙不远处具有一个修复了的柱廊大街，是建于主后二世纪的，还有一个行政建筑物的墙垣是建造在主后六世纪的。而亚西沙就是推雅推拉，它的名字包含了以吕底亚为堡垒或城镇的意思。在吕底亚的神指太阳神推明尼斯的祭坛附近，位于别加摩东南偏东40英里，是一个丰富肥沃的地方，位于吕加斯河的山谷平原。而它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了主后一世纪的时候在亚细亚省内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重镇。推雅推拉位于由萨迪到别加摩的大道中途，而这个大道也是向西南往士梅拿方向的，以及向北往比推尼的主要交通通道。推雅推拉是一个古旧的城市，由于是位于亚细亚内地的交通要塞，在主前三世纪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曾经为吕底亚王国时的重要城市，但各地方势力都尝试控制这个城。在此处主前281年为马其顿军队的驻扎城市，在主前180年被罗马攻占，但是在主前150年比推尼的普西亚斯和主前133年阿里斯东尼加都曾侵略此地，最终是在主后一世纪成为了亚细亚内地城市的重镇。推雅推拉的银器和陶瓷为当世所认识，另外也以出产羊毛和染布著名，特别是它染的紫色的布料。在使徒行传16章14节，当保罗因着马其顿的异象而到了腓立比，在这个地方遇见了由推雅推拉来的吕底亚，他就是做卖紫色布匹生意的。
它可以说是马其顿意象的第一个果子。由于地理形势和它的工商业活动，这个地方工人众多，也因此特别多与今天工会相似的那些组织。再加上人民相当的迷信，工会的组织多涉及偶像敬拜。当中除了推亚推拉的太阳神推明尼斯之外，还有著名的雅迪米。而推亚推拉在宗教上有着一种融合性，他们的神的名字有西尼斯派的西尼斯推明尼斯亚波罗，从名字可见是结合了吕底亚、马其顿和希腊的神明。但是从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拜的是以太阳神为主，所以给推亚推拉的书信论及耶稣基督的形象，讲到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亚波罗是宙斯之子，眼目如火焰、光明铜都是与此形象有关的。由于公会与偶像敬拜相连，公会每年都有一个主要的庆典，就是在太阳神庙内举行。太阳神不仅仅是公会的神，也是他们军队的神。敬拜除了吃祭偶像之物，也以坚营的活动作为结束。基督徒若不加入和参与公会的庆典，在工作、在做生意方面就会遇到极大的挑战。这就是主耶稣对推亚推拉的责备。他们当中有些人因着生活而妥协了，参与了公会对太阳神的敬拜。经文用了旧约当中耶洗别的典故。耶洗别是谁呢？按照列王记16章30到32节的记载，他是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是西顿王薛巴利的女儿，是将巴利的敬拜引入以色列，且将之推向一个高峰。我们常常在问，以色列人经过出埃及的十灾神迹、旷野漂流时的经历、入迦南时的征战，但是为何他们仍会离弃神去敬拜巴利呢？但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列王记18章20到21节，当以利亚先知问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心持两意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但以色列人一言不答。这里的翻译非常准确，心持两意，不是二选其一，乃是他们两样都要。他们一方面想要信耶和华，但也要拜巴利，所以他们一言不答。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耶和华只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是旷野的神，是征战之神。但是掌管春雨秋雨、农作丰收，即他们安顿下来的生活的却是巴利。按照这些经历，他们断不敢离弃神。但按照现实的情况，似乎是巴利，也借是公会掌控其生活之顺利。这可能也是今日很多信徒的挣扎。有趣的是，主提醒推亚推拉，谁才是真正掌管所有的主？推亚推拉人认为是太阳神，他不仅仅是公会的神，也是军队的神。但跟随主的信徒认识的才是真正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跟随他的得胜者会成为辖管列国者，另外也有晨星赐给他们。晨星有人认为是指那些在驿站的传讯息者会在早晨出发，所以他们又称为晨星之子。这里是否指到信徒的使命责任呢？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封书信中，最长的是给推亚推拉，而他
也是七封信的中央。可见主对此城的重视。推亚推拉虽然是小城，但是却在主的计划当中是一个大的器皿。今天不要轻看你的生命，神要使用忠心得胜的小生命去完成他的大计划。